我一个大男人，天天待在屋头，不要生气了。今天你要是把我们全部都灭了，我让你出去耍。一言为定。哎呀！六点钟之前必须回来哈。No problem。外面的皮都是香的，都没了，买不起，四十五一点，好的，四十五一条，还有没得？最后一条了，拿着。来，不用扫了，感谢大哥。没想到一个星期没出门，我家都变这么低了。往哪个方向跑的？好像我那一个方向去了，我是你个温水，认到了，不要让我逮到你。又到哪儿了？今天不钓这五十斤的大鱼，简直对不起我五十块钱。你真的是太有办法了，只要思想不怕破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啊出来钓鱼，等会儿见见谢谢。糟了，下雨了，楼顶上还晒起人参的。跑噻！虽然你留得住我的身体，但你留不住我的心。说的我好稀罕你，多好生待着，老娘是五角钱。就晓得你要动歪心思，看好他，我不许拿点脸活。嫂子放心，有我在，我让他吃软糖。跟我来。你先瞄准方向，再猛吸一口气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吹到鸭肉上去。嗯。啊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嗯。好。有人。啊！有人。嗯，出来钓鱼。有什么你可以回？轻点。仙丹儿，一块钱十斤，一块钱十斤，怎么一块钱十斤？老板，出来十斤。没有。咋卖的那么便宜哦？心肝接得好，卖不出价。有人来，刚刚时间要得，
今天过得这么熟悉吗？美女，进上台陪哄我一下，请汤上来。把手伸出来，走走，等一下。哦，走。哎哎哎！冲走啊！这个破的小三太重了吗？不要搞子嘛，说不定他还会心一点。反正你那大的屁股痒得很，不挂着踩你不舒服。啥声音哦？哟，打雷了，我是衣服响。这是打雷是吗？站到。又想走哪儿去？锻炼下身体，滚下去！滚！看你还咋跑出去？今天让你插翅难逃！咋还没出来啊？这个母老虎居然装那么多借口。老婆，明天是我们刘主任纪念日，这是我让老头特种车里面带回来的，代表你就是我的唯一。从原来白走开一生老婆 I love you。 有人